人类进化过程中，脊椎从平行到直立，腰椎担负起全身60%以上的重量。由于腰椎长期受到直立时的重压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会导致各种腰椎疾病。防治腰椎病的关键是解决压迫。腰一身，它由人体工程学、骨科医学领域的多位专家历时多年精心研制而成。根据人体工程学设计的腰带与反 C 字形的腰部形成上下支撑，以肋骨与胯骨作为左右支撑点，构成立体支撑。通过25条双向气柱，经空气膨胀进行直立式牵引，有效拉开重压下的腰椎间隙，成为新型治疗腰椎间盘突出、腰椎小关节性能紊乱、腰椎增生等腰椎病的利器。腰一伸，您为他打气，他为您撑腰。快快拨打电话，感受腰一伸有效、方便、安全的牵引效果。腰一伸，腰医生护腰一生。腰椎牵引后需平躺休息，以巩固牵引效果。但患者必须站立行走回家，刚刚被拉开的椎骨间隙又恢复到原来的重压状态，效果被大打折扣，造成治疗的反复性。腰一伸最大特点是牵引可持续保持，它通过25条双向气柱，在拉伸的同时可持续支撑住你的腰，先拉开再支撑，遏制了被牵开的椎间隙的回缩，巩固了牵引效果。拉伸至20公分的宽大腰带，就如同双手时刻托住您的腰，让受损的腰椎局部得到充分休息，起到预防腰椎病的作用。您还在忍受腰椎病的折磨吗？您还在为反反复复的治疗烦恼吗？快快使用腰一伸，无论你是走、坐、站，无论你是在家里时、在工作时、出差旅游、户外锻炼时，都可以进行牵引治疗。牵引可持续保持，效果好了，随时随地能治疗，方便了，省时省力又省钱，不用奔波了。用腰一伸，牵引你的腰，带腰一伸，托起你的腰，由腰一伸保护你的腰。腰一伸，国家一类医疗器械，直立式牵引可持续保持，定位保护，方便有效安全。腰一伸，腰医生护腰一生。正脊不突出，腋脊不突出，就是腰椎间盘突出。这条短信呢，说出了腰椎病的烦恼。那两位就谈下各自的看法吧。这个产品呀，老百姓一看就明白，把空气膨胀呢用于了腰部的牵引，效果直观，很有创新，没有那些花里胡哨让老百姓看不到的东西，很实，一定行。做过腰椎牵引之后，必须保持平稳，可你不能老躺在医院里，你得走回家呀，这一走麻烦了。刚刚拉开的椎骨在重力的作用下又回到了压迫位置，这还没到家呢，腰又疼，牵引的疗效大打折扣。有了这个产品，问题解决了，它可以持续保持牵引，持续保持支撑，巩固了牵引的疗效。我最看重的就是这一点。老百姓啊，腰疼腿疼往往呢都不引起重视，可是得了病以后呢，又花多少钱都行。要知道腰椎病啊，反反复复，病程很长，很多人呢是治了好几年，花了好几万，最重要的还是预防。像我这些坐办公室的呢，还真应该买条腰一伸，提前预防预防。有了这个产品啊，在家里就可以牵引，走着坐着站着干什么都可以牵引，什么事儿都不耽误，方便，确实方便。腰一伸最大的好处就是持续牵引效果好，随时随地能治疗，省时省力又省钱。腰一伸人性化设计也很有特点，当充气泵到达一定压力的时候呢，就会停止加压。它的延长带啊，适合于不同腰围的人，代替柔软只有200多克，轻巧方便。看吧，再薄些的衣服也没有问题，它就像我身体的一部分一样。当然了，腰杆直了，站着说话就不腰疼了。送给父母爸妈出门我更放心了。那送给朋友呢？拿它送朋友啊，就是给朋友撑腰。站着疼，坐着疼，躺着疼，您还在长期忍受腰痛的折磨吗？你想在家看电视、做着家务、上着班、做牵引吗？您还担心腰椎病复发吗？关爱自己，买腰一伸，关心父母，关心朋友，送腰一伸。腰一伸，直立式牵引，可持续保持，定位保护，安全、方便、有效。您还等什么了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！腰一伸，腰医生